那第一代的男主人是郑景贵，你录我的声音不好啊，不要录我的。OK， 好。嗯。那这里呢，已经拥有124年的历史了。第一代的男主人是郑景贵老先生。郑景贵老先生是中国广东增城客家人啊，增城是盛产荔枝的地方，所以等会在二楼你会看到一个荔枝冰棚啊。他除了怀念祖国之外，另外一个意思也是多子多孙。那这里呢？24年的历史了。起初他从中国来的时候不是有钱人，他是农家子弟，来到这里没多久才开始开采锡矿，他是做锡矿生意发达的，理解吗？嗯，需要通风采光。第二个理由就是能让你的小姐看外面的世界，那是一个属于南中纽约的年代。是。那你没有看过新加坡的第四年旭旭小娘惹？还没有。没有啊，没有，在这里取景的哦。哦，没收到的电台吗？哦，你买那个 CD 来看呐、啊。哦，好。嗯。什么题目？你的妞娘，小娘。你的小娘喽。新加坡电视连续剧。哦，好。有的买呀、啊。有。或者你 download 也可以的。嗯。小娘喽。那英文你会听吗？不会，他不会。哦。印尼文他会。要汤哦。Yeah. Sembilan. Yes. Ini satu. Yang merah. Satu. Ini empat. Ini sembilan. Nah. Juan sembilan. Ada yang merah. Nah. Tapi tak tahu apa pasal lah itu merah. Kita sekarang mana tahu main ini. Kita memang tak tahu main ini lah. Pasal ini sudah lama lah. Zaman dulu. Okay. Dan depa duduk sini main ini lah. Nah ini semua kan memang depa handsome cantik dia. Tapi kita masuk sini. Ya yeah, ya. Yeah. And then tigers usually they don't use that unless they are injured. Because scratching you have four points. You use a scratching or one. Yes, can get untukso ini ialah itu opium sitapian siapian siapian itu panggil apa opium lah opium tapi ada bahasa kan dada ada lah dada kalau nak kawin kan kita ambil ini sungjuli itu loka啊，老哥。那刚才也提到啊，我们马来西亚人，因为崇洋，这里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不崇洋啊。嗯，这是郑景贵老先生的书。郑景贵是这里来的。他当然是从中国来了。偶尔他们也会招待一些外国客人，跟他们签个合约、吃个饭、打打交道，都会在这。即使是教堂式的彩绘玻璃也有，只不过中间的图文是中式的，因为那个年代就是喜欢中西结合、中西合璧啊。那这里到处你们都会看到这张通告，就是说，所有的地方你们都可以拍照，不过要小心，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古董。啊！你一定不要羡慕，他都是古董。老王，我看看。第二王，来这个，你要都是属于1800到1900之间的英国产品，它的作用不是像这样，上面插花，下面放水。啊，好，后面那些也就是当年在没有电的年代所用的煤油灯 ，kerosene lamp， 柴油灯。好，来，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带路机，哇哦。
弓箭很保守很无奈，那这个是上弓，这个呢是枕头跟抱枕的风筒，待会在金银珠宝库看到的是长颈鹿。这是窗帘门帘门帐的勾勾啊，那这些都是门帘，门帘是挂在房门口外面，以前的老人家必须要挂门帘，目的就是因为要隐私，不想房间里面一举一动随随便便的被压到，明白？然后门就跟他的手工艺对称，都是对称。简单点来说，这是爸爸，爸爸的儿子在哪里啊？开采锡矿，母亲跟大太太在中国，从那里来的。他总共有十个儿子，结果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母亲就会教他们怎样缝纫机、缝衣服、做刺绣、做布鞋、烧菜、煮饭、做娘惹包、缝衣服。那个年代当小姐不容易啊，七岁其实是虚岁，真正的年龄只有六岁。所有的衣橱都是透明的，目的要看看这个小孩到底从小有没有受到严格的家教训练，最起码的要求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你这有没有听到？绝对不能站，也不能踩，不能坐。上面有活的蝙蝠，你现在念高音蝙蝠，看到吗？
手工作的，所以它会有一点点瑕疵嘛。那这个是女生的绣花鞋，太太小姐要自己做的。那这个是女生的鞋面，它就像月亮鞋。这个是男生，它外头也特别好。以前都是男的在穿鞋啊。立场坚固。卖的东西吧，他们卖的东西吧，外面的是卖的，里面的是不卖的，他自己收的。嗯，这个都是很传统的。我刚刚也看得发亮，我刚刚看的眼睛发光了。那我在看你的金的，对啊，一切都是纯金的。然后再把改装，然后再把改装。